就不回家人赏月吗？唉，赚钱吧！谢谢郁金香王冠，谢谢来头包子，谢谢神之我替有奶，谢谢，谢谢商渣木木，谢谢赏月拿，谢谢赏月。感谢老杨开的火力全开。口罩不用吧，现在口罩挺便宜的了，买点用着就行了呗。就那种最好的医用的口罩，一个也就十来块钱吧。就医用 N95 现在就十几块钱一个。哎呀，晚上好。谢谢静脸，谢谢。多少年没回西北了？对，得有一个五六年了吧。有了，我今天晚上估计人不会多，一会儿闲聊一会儿了，聊到这个九点半我就下了，好吧？谢谢圣贤初心，谢谢加斯尔，谢谢。怎么还一堆破事儿呢？哎，哟，这下子抽鱼丸机器人的来的多啊！谢谢迷路的螃蟹，谢谢，晚上好。谢谢受伤的野兽，谢谢，晚上好。谢谢向死而生的男人，谢谢，晚上好。谢谢一臂雕竹，谢谢，晚上好。中秋可以正常播了，中秋今天不就是中秋节吗？什么叫中秋可以正常播了啊？快乐，中秋节快乐。谢谢 SA 6621088，谢谢，晚上好。谢谢浅夏不道君，谢谢，晚上好。谢谢青藤花开，晚上好。又来一波鱼丸机器人呢，看来现在做鱼丸机器人都已经是好几家在做了。来了一波又一波，而且鱼丸机器人也学聪明了，发完弹幕就走人。谢谢向死而生的男人兄弟送的一张办卡，谢谢，中秋节快乐，谢谢初九 YF， 谢谢。谢谢风之子的坎吉亚，谢谢，晚上好。谢谢追梦追梦，谢谢鱼小小豆，谢谢，晚上好。这国庆和中秋相重合，好像得上一次得有二十年了吧？我记得好像2001年的时候是国庆中秋二合一。晚上好。谢谢温柔的霸道，谢谢小佳佳，谢谢，晚上好。少了一个假期，合二为一了嘛。现在好多地方不都是8天假嘛？以前中秋是1天假，这次国庆加中秋合在一起不是8天嘛？哎，管他呢，反正跟新年也差不多了。春节的时候不也是7天到8天假吗？就当春节过就完了呗。而且这个时候又不像冬天那么冷，哎，比过春节啊，舒服多了。谢谢 Polik， 谢谢，晚上好。
加班没假期，加班有工资就行啊。加班有加班费，也不亏呀。谢谢愚孝都，谢谢。那你比如说我不也在加班吗？而且估计是今天来直播的话，应该不可能说人气能达标，所以叫免费加班。想想也真是他妈的缺蛋呐！哦，过年就因为疫情只守了整个假期，现在那怎么还要加班啊？难道因为旅游吗？晚上好，双节快乐。然后呢，今天准备休哪天？还没想好。其实我想是，哎呀，打心里想，真想是休个半个月，比如说10月1号休到10月15号。谢谢年夜青青就月塔，谢谢延州府，谢谢。然后估计这么个休法的话，我媳妇就把我给吃了。然后回来的时候，直播间也没人了。然后别的这谁友就以为直播间倒闭了，那再播2天啊，一看没人来，得了，就一直休下去了。准了，休10月32号啊，可以。再看看哪天休。真是个快乐的故事。是啊，说今年都不出国旅游了，您一米阳光没出去玩一玩呢？国庆节的、中秋节的，挑一个比较温暖的城市，然后呢，天气趁着夜色晴朗，赏赏月，吃吃月饼，喝喝可乐啊。如果说不喜欢这些的话，再去酒吧去嗨一嗨也是不错的。休10月32号，好，谢谢本宝宝是托，谢谢 ZBH067，谢谢。晚上好。谢谢雪人大神，谢谢游戏人生1982S，谢谢 AS God Our Father，谢谢。晚上好，谢谢冰云火雨，谢谢我手有点抖，谢谢。说出国旅游都是2亿人的生活，出国旅游没有你想的那么贵啊！一米阳光，你认为出国旅游花很多钱吗？你除非是那种什么都要求最好的，订5星酒店，然后吃大餐什么的，那花费这个就是，是非常非常高昂。你要是真要去出国，这个就是，旅游啊，几千块钱吧。泰国应该也就玩回来了，而且泰国当地的话，食宿什么的也不贵啊，还是落地签呢。其实，在以前的中国人印象当中，出国旅游比在国内旅游花得多，实际也并不是这样。你得看看物价呀，对不对？国内玩和去一些东南亚国家玩。已经差不了多少了，说应该找个一天讲一下店铺那些茶是怎么喝的。嗨，生茶怎么喝，熟茶怎么花？说花的不多，但奢侈呀。所以你都在你的印象当中就认定了出国旅游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那什么是必需品呢？咱们正好今天晚上没什么事儿，可以好好聊一聊什么是必需品啊？你要说人的必需品。真要是只谈必需品这3个字，一个人一个月可能连几百块钱都花不了，对吧？首先我们说吃饭，吃饭的话满足基本营养，碳水化合物、维生素是吧？这个蛋白质、脂肪，那你看看按照这种营养成分来进行搭配食物的话，你能花多少钱？然后至于说穿的话，夏天这个穿的夏装啊。只要去买换季，趁着衣服换季的时候买处理的，
断码的就非常这个便宜了，冬天的时候也是一样。那能有多少钱？稍等啊，哦，什么东西不知道掉下来了。你要再住的话，真是去住那些廉租房或者是这个经适房，能有多少钱？什么叫奢侈啊？什么又不是奢侈啊？谢谢鬼教君，精灵统领。谢谢张云，是我的口啊！打倒天火，怎么样？哎，你想怎么我怎么倒？正好呢，我也确确实实啊，也是想着，什么都不用干了，什么都不用管了，这不就是说曹操到，曹操就到吗？得，直播间抽个礼吧，抽完礼呢，聊会儿天我下。冲喝这个吧，因为这个茶一直喝着不错啊。这个就弹幕抽吧，好吧，今天。咱们过节了，庆祝一下。我就是本直播间这个有牌子水有弹幕抽吧，就是古树生普一罐，好吧？我去设置一下，超火打，那这太过分了啊！今天啥也不讲呀，是啊，没说嘛，就上来聊聊天，讲点什么，讲点什么呀？啊，我来弹幕口令是吧？全这个。怎么弹幕口令的话还不能用这个粉丝团，还要关注我的水友才能抽，不都不能粉丝团了，这行吧，那就关注的抽啊。古树生普一罐，200以下的茶你是不喝的，好啊。说得好，回头了我给你推荐点好的啊。奖品数量他说不超过20个，我也没打算送20个，来就古树生普一罐吧。我开粉丝发言，抽完再开就是了。真是小金鬼啊。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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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我去设置一下，只能粉丝有粉丝团的人可以发言，哎，这好，然后弄完以后再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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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棒棒的，居然没有想到呢，还是水友的智慧是无穷无尽的，来，那我去提交去了，设置一下哈，我去设置了，谢谢这位0058000，谢谢2015006190000，谢谢。好，那正在这个审核已经通过，来，咱们就看看谁运气好吧。啊，看看谁能中奖呢？啊，没有抽奖吗？谢谢半双123，谢谢火箭戳戳，谢谢。不抽个什么东西吗？抽的是这个呀，怎么了？这不正在抽东西吗？弹幕抽的呀，发弹幕就能抽奖啊，不好吗？多好的事啊！
未来泽拉斯，谢谢追330，谢谢，我刚才不是说曹操就到吗？昨天有人还说你呢，半夜呢，然后不知道，这半夜就来了吗？哼哼，世界即将混乱，为了给世界留下文明种子，找个女朋友一起传火。哎呀，Master Win，你也真是说的清丽脱俗啊。不能让办卡抽嘛，抽点好东西。昨天不是前天不刚抽完那个礼盒嘛，对吧？奏折的礼盒，谢谢 ZZHmaker 126，谢谢风居幽谷，谢谢，晚上好。谢谢无声猎人，感谢张云是我的狗兄弟送的大灰金架，谢谢。啊，老板糊涂呀！谢谢张云，晚上好，双节快乐，双节快乐，大家晚上好。这也不知道花落谁家呀？说你酒桌中抽空走来，哎，合家欢聚啊！这是一边吃家宴一边看直播呀！好，跑步去了啊！好的，欢迎回见。惭愧不？我惭愧什么呀？我有什么好惭愧的？你先说，你说体重还是其他的？谢谢安年记忆，你问我惭愧，哎呀，谢谢盛雨雷腿，谢谢豪文34983302333。惭愧。我也挺惭愧的。谢谢正不胜邪，谢谢晚上好。其实是不是发弹幕的时间太长了点，应该设置个5分钟。谢谢 Eason 1231，谢谢晚上好。谢谢得得得得得，晚上好。谢谢万剑皇，谢谢。谢谢红枫诉秋凉，谢谢。晚上好。谢谢多大的危险我扛，谢谢。好像混进了奇怪的东西，怎么了？大家晚上好。谢谢 Wind，谢谢。很理性的在讲人生，哎，人生啊就是个大牢笼啊，很理性的，怎么理性的起来呀？谢谢弟哥123，谢谢，晚上好。你说只有粉丝可以发言，你看这也不见得呀，有的没有粉丝牌。也都可以发言来抽的，这说明还是有插件什么的。
谢谢大官人牛二，也说明斗鱼的这个设置啊，根本不好洗啊。一车是真的牛逼啊！我估计一车的话得多少盒？一箱大概是十公斤啊？说哪几个讲历史的？啊，宰斗鱼讲历史的吗？谢谢 ZS0451，因为历史这碗饭并不好吃啊。谢谢汤和瑞，你再比如说，还有人在抖音上去录短视频，然后讲历史呢，然后发现一开始的时候看热闹倒是挺爽的，看完热闹以后是这个就过去了啊。谢谢 ZS0451，谢谢。说印度630万新冠了，切，其实我估计印度的感染新冠量不得几千万呢，就他那个检测水平，而且穷人，也就是低种姓的人都基本上不检测，哦，不是在喜马拉雅上的都下架了，这个为啥呀？是被下架还是自己下架的呀？说我还是得把历史拿来实践呀。谢谢张二张去，谢谢。哎呀，实践哪那么好实践呀？谢谢四家这个就是高祖，谢谢晚上好。你要说刚开始说家话的时候是这个，还能哗众取宠一下，但是想赚钱，说去一次白养，他马上就有名气了，切，都觉得没我讲的好，你这就是捧杀呀！我倒反而认为人家讲的比我好多了，谢谢 ZF 风，谢谢晚上好。今晚讲茶叶吗？没这个计划呀，今天晚上打算聊会儿天，我就下了，主要还有一堆活儿。得干，哎，想想也真是苦逼的生活呀。对，我这体重谁能捧得动？不会被醉龙捧杀的。你买的奏折啊，这个 A920-4358，艾特人淡如梅。那个只要买茶够500以上，都直接拉的这个就是小课堂啊，哎，人淡如梅，店老板就行。昨天还是前天，不是有水友说要去复刻这个就是和珅的这个奏折嘛？谢谢全牛胖了兄弟送的2张办卡，这不今天这个，今天开始去做这个相关的这个。第一是寻找奏折，第二是研究一下和珅的这个写的广歌体，第三就是说，哎呀，要考虑这个誊抄，然后第四的话就是准备复刻啊。谢谢简单爱0116，谢谢。争取的话趁着11长假把这个。和珅的奏折复刻出来，谢谢鱼丸粗面，然后争取到下个月中旬的时候能有和珅奏折的做旧版。你的收到了，准备裱起来。不是吧？不还没发货吗？做旧的，谢谢45+1。何大人考过科举吗？没有啊。刚才八爷没在。谢谢鱼丸粗面，谢谢。我在想，谁认识那些鉴宝栏目的人呢？啊，什么时候那些开鉴宝栏目的这个，就是说在各地海选的时候啊，可不可以？哎，看谁重要？恭喜鱼小豆啊！别忘了把地址发给我啊！恭喜恭喜！然后我把这个些粉丝发言给他去掉啊，咱们就。接着聊啊，有没有这个乾隆6年的？我不记得了。什么叫乾隆6年的呀？谢谢 A920-4358。你要说做旧的奏折，总共现在就发出去一个呀。因为和珅是满清贵胄啊，就贵胄啊，而且我还记得很明白，
那天抽奖的那道这个高斌的奏折是商扎木木中的，我知道你招收的那种是没有做旧的呀。你说一般买茶会送的话，这个就是没做旧的嘛。你说有没有水友是要有没有就是说参加鉴宝活动的？然后呢，这个可以给那位水友是吧？找一份做的比较好的发过去，然后呢，先看看海选，然后过完海选以后，再开始过精选。假设真是能，哎，在鉴宝活动当中，哎，过了这个专家的鉴定，我认为我的成就就完成了，就说明达标了，咱们就朝这个方向努力。说他今天看雷军说自己当劳模也是被逼的，看来人都一样。是啊，那万一都过了，不是出事了？没有啊，这不是挺好的吗？都过了，就说明好事儿啊。最起码水友们再去这个抽奖的时候，大家也都愿意去抽一抽，是不是？谢谢顾月好意。那本来目的不就是都过嘛，让人家鉴定出来了，那说明我这个学艺不精啊，或者说这个技术不行啊，那肯定要这个就是都过，你知道？就是说，就算是送到这个第一历史档案馆里面啊，这个跟所有的原件对比啊，一模一样，没有啊，这只是文创啊，这些梦曾近在咫尺，谢谢，这些不是很懒，谢谢。没做旧的已经可以了，你还没看见呢，给你们看一个更酷的，可以再秀一波。说人家拿红外线扫，我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实际上来说的话，做完的纸应该再配一个显微镜，然后呢？把这个纸的这个纤维结构和骨的纤维结构要做详细的对比，我认为在显微镜下，这个就是纤维结构要做到一模一样，这是我的目标。谢谢无聊子弹，谢谢 A Kill Boy，谢谢傻子 BSDP。所以说现在呢，还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专门去研究木素和纤维素的氧化。对呀、啊，陈更是你说的很对。比如说去碳14的这个鉴定，或者说红外线的扫描，甚至是说拿到这个化学实验室里面进行化验，都要去做到全过。这才要有些事情是吧？不做，那就罢了。既然要做，那就要做到极致。什么呀？那本来就是嘛，就要追求一模一样啊！没有，我到底要干嘛呀？没说嘛，就是要和原件一模一样，无二。要不然的话，那叫复刻呀。然后我在想，明年如果说赚钱赚得多了，就家里面买一台比较好的显微镜，去研究这个就是。纸的纤维结构，对，追求完美呀！火箭戳戳，谢谢天天有雨，谢谢。这不，这个是吧？纸时间放久了会变脆。我把这个脆的声音，这个就是都搞定了，可以再好好的秀一波了。离近点，好，细节。然后呢，纸在经过这个漫长的岁月，在不同的环境下，比如说冬天的时候啊，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夏天的时候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然后呢，它不是均匀的，是有层次感的，这都要这个很细致的做出来。啊，对，又有洞。不用再思量一下，这个缺口其实也已经做出来了，就指的这个缺口是做出来了，连重影都有，对啊，虫子咬的。谢谢，双节快乐，2015兄，怎么样？再看看背面，哎，那老者的沧桑感呐、现代高仿周泽领军人物，哎，你要这么说的话，不，你要说不可能一模一样嘛，慢慢来嘛，对吧？对吧？这种沁是吧？折痕什么的都应该有啊、没有啊，这只是做技术研究啊。有什么问题吗？这就叫复刻嘛？这是标标准准的虫子咬的虫眼儿，这个2015兄，嗯。再给你看看侧面。啊，怎么日不落帝国当年坏事做尽，活该今天的下场？国与国之间呀，那只有强与弱啊，得与失，谈不上坏吧。从他们角度来说，看侧面怎么样？有感觉了吗？至于说印尼这个问题啊，你要说专家这个应该了解，是因为他们用现在印尼，比如说在这个拿印尼做旧的时候是这样，你新的印尼啪开这个就是踏上去以后，你颜色很鲜艳，对吧？一看就是新盖的，怎么办呢？实际上他们是用那种新的印尼往上一盖，然后呢把纸打湿，然后放很高浓度的酒精，拿火那么啪这个就是燎一下，燎一下之后呢，然后再给它压灭。这样的话，印尼它就有这个，就是旧的这个，就是说，颜色了。但这种你稍微一检验就能检验出来，真正的这种就是说，想让它出现这种老旧的感觉啊，是就是用那种就是说，这三种有机都化验出来了嘛，对吧？那真正的方式是什么呢？应该去找那种就是说那种朱砂颜色偏紫的。颜色偏紫的之后，你再去找那种老的，印泥，然后呢，再把那种颜色偏紫的朱砂墨和老的印泥混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涂抹，就是进行混合。进行混合完了之后，你再去这个做朱砂印泥，再去砸章。砸完章以后呢，颜色是达到了，但是你要想想去那种老旧的感觉没有怎么办？这时候你就要去想啊，纸。印泥在纸上实际上是随着纸的纤维老化而一起慢慢变得老化的。那么，理论上来说啊，我还没有去再做更一进步的实验。谢谢用户39956920，也就是说，你可以用那种很稀薄的纸浆，然后呢，用喷洒的方式喷洒在印泥之上，然后开始去做局部的纸浆老化。那么这样的话，等局部纸浆老化以后，再可以拿那种就是说7000目或者8000目以上的砂纸来进行很细致的打磨。等把上面那一层这个就是说极其微薄的这个纸浆打掉之后，应该就已经能够还原这个就是古法的，就是就能够跟古代的这个印章是一模一样了。谢谢萧山夜落，谢谢蓝云。这本来就是理工科的知识嘛。说白了，这些东西变旧，不就是纤维素老化吗？木素的老化吗？
然后呢，墨色的这个，跟空气当中的水呀、氧气呀，那么还有它纸里面原来的一些杂质发生了复杂的化学反应嘛？那你现在要做的是把这些漫长的化学反应来进行人为加速嘛？只不过一般来说，搞文史类的他肯定不学理工科的，对不对？搞理工科的话，研究这个纤维素和木素的氧化，主要是制糖啊、制油漆啊，或者是其他的。但是这两个学科一旦结合在一起以后，就可以往另外的方向发展了。所以出现 YF，当然了，你要知道，咱上次不有水友说了吗？说收到奏折以后啊，闻到奏折有淡淡的檀香味，因为古代人在保存这种重要文件的时候，他会放到这个樟木盒里面或者檀木盒里头。那么你在做的过程当中，还需要去把这个檀香的味道做进去。我说了，你得用6000到7000目以上的这种砂纸，就是打磨玉器的那种砂纸。去打磨它的那个印章，但是你要想想，你怎么得到很薄很薄的纸浆？这些喂来喂去，这就是个秘密，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因此，古代这么讲究。对呀、啊，就是解决这个问题。我说了呀，印泥它的这个成色和油性，它这个时候就需要去这么去变呀。一方面你是需要用那种偏紫色的这个就是朱砂，另外一方面你需要用那种老的朱砂墨，最起码你得用100年前的吧。然后两者相混合，这样就解决了成色的问题。至于油性的问题，你知道是怎么造成的吗？老蔡文森特，是因为印踏到纸上以后，纸组成纸的纤维素和木素啊，那这个。在和印泥的综合作用之下，慢慢氧化来体现油性的这个差别。那么刚才所做的所有的工序，实际上就是解决油性的问题。这也是化学知识啊！上来在非常正式的场合穿 A 货或者仿牌是很掉份的事情，完全一致。小心有人拿它当真货送礼，告他丫的！这是咱们直播间的福利呀，对吧？没说嘛，这个每个月大概这样的奏折能产这个10份到12份，然后一个大礼盒，现在好像还有一份还是两份啊，还没有这个预购啊。10月15号的时候，第一批货啊就要发货了。你说拿这个东西去这个送礼的话是？这个有多掉份儿？说啊，不是有多有面子？什么掉份儿啊？说油性也跟不同时期制作印泥材料不同。对呀，你说的很对呀。所以我说，你找到那种原矿的这种朱砂偏紫的，不可能量产的，因为工序很复杂。然后剩下的就是你配合那种不同年代的这个老的这个朱砂的这个墨，你去搭配嘛。你可以买明代的朱砂墨，你可以买清早期的、清中期的，甚至清晚期的、民国时期的。那你想想，你家里面的这种朱砂墨的这种储备是吧？得有多少？你还得去想办法收集啊，不可能量产的。你要说现写一份儿，然后呢加上皇帝的朱批，可能一天两天就好了。但是要皇，就是要让他这个有。跟原件几乎一样，你最起码得需要。对我来说，我现在需要20到30天的时间才能完成。关键它还会那个什么，有这个损耗，一个处理不好就会报废一道奏折。谢谢快乐机器二代，谢谢。没说嘛，那天给大家看的时候多好看呀，那奏折。值得庆幸的是，10月15号的时候，第一批货可以给大家发了，然后到本月月底还能有5份到6份。还有一个纸的问题，对吧？你的纸必须要跟古纸的成分是一模一样的。这个给大家做的这个奏折，
是用楚皮黄麻制，对，不可能量产的。就说周期，就是一份奏折要做好，就要用到20天。这些出来见我，就一道一道嘛，尤其是你要把檀香的那个香味沁到纸里头，这就需要1周的左右的时间。就是你写的话，1、2天基本就能写好了。但是呢，你写好之后有可能会报废啊，做的时候。肯定是先弄纸啊，小阿姨，就是纸你拿到手里以后，先做一个最基本的处理，让这个纸不要那么新，然后开始去往上写字。那墨的话，你要用老墨。写完之后呢，你开始进行相关处理，再做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一道道工序。然后在中间某一道工序的时候，要把这个朱坯加进去，然后再接着往下去处理。越往后处理起来就越慢。谢谢梦中的大鹅，就是说，在这个做，就比如说再去做这，就是刚才说的做檀香的味道的时候，那就可以4、5道奏折啊，同时一块儿去做了。你想量产 ZBH-167，除非说带一堆徒弟，谢谢张张张张张去，然后呢，租好大一个地方，开始哐哐哐做。但问题来了呀，练管歌体得练多久呢？对吧？练完管歌体，然后呢，再要去开始去掌握一道又一道的工序，又要多久呢？然后呢，教完之后，你不怕这个出事情啊？就像善良阿来说的，万一有人拿这个东西当真的去送礼，是吧？那就不好了。我所说的，要是水友去参加鉴宝活动了，等我发现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可以送水友一份啊。跟专家开个小玩笑，我费尽心机为了把我几百年前写的奏折混到假奏折里面让世人看到，那我这管歌体出师了吗？还没有，哎，差得远啊！但是要说临个奏折什么的啊，那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说光临怎么能行？你要得做到是吧？能。就是随心所欲的写什么东西都可以用广告体去写，这才是目的啊！谢谢为了健康不看直播。比如说，给水友写一封是吧？这个水友买了茶了，给家里面送礼是吧？祝家里面身体健康呀，说一大堆吉祥话呀。你要做到拿这能用广告体去写这些话，这才算出师了呀！你说光临的很像啊，或者说临的一模一样，那不好玩呐。最起码要让它就是你平把它变成你平常写字的字体嘛，这才是目的。好了，来说说新闻谢谢青青子衿，再次恭喜余下都有这个命啊，中奖了。别忘了把地址发过来啊，然后回头的话，给你明后天东西发出去。没有啊，我这儿在做工艺品呢。410，410，你那天你没来吧？就是看礼盒的。昨天你在不在？一会儿给你再看一看。我是，谢谢青青子衿啊。让李鸿章叫我吧，不用啊，这个只需要长期的、反复的不断的练习，就练上一些年份，也就练出来。谢谢青青子衿，谢谢 Blobfish。我那边还有放炮的嘛，应该小孩有玩那种小的花炮。好了，来说今天新闻。今天呢，其实出现了一个大新闻，大家觉得哪个新闻比较大呀？今天出了什么大新闻？闻所未闻，这个，哎呀，听都没听说过。昨天在，那一会儿给你看看礼盒。
这冈菲列斯，咱先说个这个大新闻，日本的，日本今天证券这个公司啊，直接关了。谢谢风之蓝，谢谢 DZ 风，老特谁不喷呢？习惯了。今天有小新闻没有？说体能测试这个事儿也不算大事。你说那个还能这么玩吗？软件坏了是吧？整个日本证券市场啊，一天之内停止交易，对外宣称就是系统故障，大家信吗？然后呢，一个地方系统故障啊，其他城市也跟着系统故障啊，什么大阪呀、名古屋这些，呵呵，哎，然后呢停一天。一般来说，股市如果暴跌啊，有熔断一说，这连熔断都不熔了，啪，全都停了，闻所未闻呐。过中秋停一天正常啊，日本这个不是黑客，您觉得可能吗？谢谢 Pronomi，开了这么久了，来了一天休市，莫名其妙休市，为什么会这样？首先，老美的第二季度的 GDP 的统计简直辣眼睛，就不用说了。其次，各个这个跨国企业都在疯狂裁员。刚才有时候说迪士尼，不但是迪士尼裁员，连美国航空公司也开始大规模的，不能叫裁员，叫回家休息，对吧？给庄稼点跑路的时间呢。这么玩可就是有点过分了呀！谢谢张张张张去啊！恭喜兄弟升到天长哥等级二。有人说啊，这个西方的这个金融市场多么的健全，多么的完善，是吧？这，见到了吧？这叫神一般的操作。因为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只要是个投资人，都应该想着跑路啊，先把这个现金啊，把证券先卖出去避避险，机会都不给啊，直接来这么一下子。有这一天的时间，足够庄家们去操作了。等明天再开市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想想也真是切蛋啊！谢谢阿三好家伙，这下限也实在是太低了吧？你要说就算是给庄稼留时间，你可以稍微是吧？这个软件故障一下，停那么十几20分钟，行了呗？全天停止交易，明天再开。真把这当傻子？是吧？这是不是玩不起？有点玩不起啊！给庄家留时间，那庄家也需要时间去来进行操作呀，来进行这个转，来进行止损呐、啊。哎，然后啪把市场一关，就等于，哎呀，出现危机了，大家都想跳船，然后哐叽一下子，散户全关船上了，让大佬先走啊。是吧？真的是玩不起。哎，说实在的，这样去操作太败人品了。你们这种事情，可能100年都碰不到一次。看着吧，啊，未来一段时间，这个日本的金融市场会有很多很诡异的事情发生。央行跑路，对吧？无声恋人，这叫俗称央行跑路。谁说庄家也不能操作怎么跑？庄家可以进行股权转换呢，是吧？人家只不过很多方式根本不需要在上市来进行交易啊，对吧？股权转换完了之后，哎，再抛是怎么一回事？
对啊，大老是制定规则的人，原油都能变成负的，有什么不可能的？不知道，反正今天这么休市一天，明显的耍赖皮。然后呢，今年第四季度，10、11、12啊，日本的金融市场有的看喽。要知道，东京也是世界的金融中心之一呀。至于说老美，哎，特朗普啊，现在顾头不顾腚，而且把一些救助都叫停了，因为这么印钞，美元都快让他给印崩了，不印钞就休息啊。那么昨天，上次不是说就是昨天，上次呢这个。不就跟大家说到了这个问题吗？就是，一旦美国不能进行印钞了，或者说救助发不下去了，问题才大。说日本这么一折腾，金融中心地位会被上海抢了吗？那要看中国发展的怎么样。中国如果说发展的非常非常不错，不用抢，金融中心也会到转移到上海上来。关键是现在该怎么办？美国这边，哎呀，大规模的裁员，直接裁员都要是几万人，间接裁员的话，恐怕得几十万，甚至是上百万。那么这种负面消息一出来，还不知道美国的股市会怎么变化。当然，还有1个多月，美国就要大选了。拜登这么让，不知道能不能把特朗普给让上去。所以啊，明天大家可以看一看日本的这个金融市场，就是这样去做呢，确确实实啊，有点败人品，不太好。谢谢，闻声会跳恰恰舞。刚才 Sky 110说上次前天没来，没看到，给你看看，可棒了。礼盒，110，简单介绍一下，礼盒里面装的可不是高斌的奏折，那天。说的是方冠成的奏折，里面这个会有一张介绍的这个说明啊，方冠成其人。那么我就今天就不浪费大家时间了，这不，然后呢，盒子你见了吗？这个是拿那个和纸的这个胶带啊，一点一点剪着贴出来的，然后拼装的就是故宫的这个。雪中的景色，因为这个马口铁的铁盒，它上面不是有很多银像银点儿吗？就像雪花一样。然后我们打开来看一看，然后打开之后是一个黄绒布的这个布袋儿啊，应该说是布啊包着的奏折。那么这个奏折用纸用的是楮皮黄麻纸，就是最接近明清的，应该也就是明清书画纸的这个标准书画纸了。那么也是写给大臣给皇帝上奏折经常用的一种纸。为什么用方冠成这个人呢？第一，方冠成知道人很少，可以拿来装逼。第二呢，方冠成的这个人呢，升官特别快，因为他从这个不知名的小吏，就是中书啊，做到直隶总督啊，也相当于副国级了，八大总督当中最大的一位啊，只用了17年的时间，而且在直隶总督的位置上做了20多年，深得乾隆皇帝的信任。然后呢，他的儿子是总督，侄子是总督，孙子还是知府，可以说是。一家是祖孙三代都富贵无双啊，那么做的就是他的这么一个奏折。你再看一看，
一般来说也是有抽奖啊，买茶送的是高斌的。那么这个礼盒的话，就是10月15号，第一批货大概是五道吧，5份儿，会在这个10月15号啊发出。运气好的话，可能是13、14。因为我得一点一点把关。上次兄弟不是问这个吗？你说送拿叉去送是吧？多好啊！对呀，圆满呀，而且吉祥啊，关键是能装逼啊，对吧？那你送完之后，别人一看，哦，懂了，把那个方冠城的介绍那张纸，可以吧？连朱批的话都已经做的，这个就是给专门给大家送礼用的。我说这份礼物啊，配合里面的茶。你送高级别的官员，或者说送大老板啊，一点都不跌份，而且他是全国是吧？咱们只此一份啊，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想让大家是吧，升迁了，或者是走人情了，都需要一份特别的礼物，那这个多好啊！毕竟啊，一看这么一个牛逼的人，这么一个他当年写的奏折的复刻，这个就是复刻品。没事的拿出来看一看，人都会想着能不能和这位一样，是吧？升官特别快，然后做官特别稳，子孙后代都跟着这个沾光啊。那一看这份奏折，就想到了送礼的你，我就是这个想法。不是他直接就是一个礼盒，这个礼盒就整个是一个礼盒。那么这个礼盒打开以后是一份茶。配刚才的这个奏折，茶的话，我先把茶取出来了，里面是配装的是南破，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这个南破这个茶没有面子的话啊，那可以选择那个什么，可以选择更好的，像梅兰竹菊啊，像午后一众这样的。那么你送礼的时候，你说你拿着这么一个礼盒去啊，有面吧？反正里子面子。文化啊，能给大家想的都尽量都想到了，而且奏折它不是复印的呀，纯手抄。因为你要知道，印的这个奏折，它从背面一看都是一样的啊。礼盒在店里面能有预定，然后，见这个，打开淘宝店，艾特管理员。这个人淡如眉啊，然后你跟他说天章阁第三，他就告诉你怎么卖了。现在买只是预售啊，因为10月15号左右的时候，应该是之前吧，最迟15号，第一批货能给大家发出。好像现在还剩下一个吧，还是两个？你问问店老板吧。就那天你没在30号的时候，就这样。然后到10月15号的时候再换个口令。因为还有个问题，本来想的是标4999，然后呢，水友价就是999嘛，这一个大礼盒，可以吧？这价格。然后后来发现，标4999，改价格的时候改不到999，现在暂时就只好是改到2000了，还是怎么多少了？等我再想想，11期间我琢磨琢磨，还得准备一个4999的这个链接啊。然后呢，咱们在买的时候保证水友这个就是999买到。你想一个，就是说，他们印刷出来的奏折的复刻版都得卖个100、200、300。大家要是从淘宝上看一看的话，应该是明白的。我想来想去，不是存在即合理啊，应该不敢说便宜吧，但一定不贵吧。就是别人买的话就是4999。只有直播间的水友买才是999，就是不报这个暗号，天章阁第三，那就是4999买去吧。谢谢晨风断雨，晨风轻雨，谢谢。毕竟水友们送完礼之后，人一看，哦，这到这里还是挺贵重的，是不是？也帮水友啊，哎呀，咱们花最少的钱啊，送出最好的效果。但是这个价格啊，回头等我这个国庆期间的时候看看怎么办。因为以前淘宝是可以直接这个就是
说结果4999攻不进球，那应该不会。嗯，反正就是每个月的话，大概能有个12分左右吧。然后呢，那天在聊的时候，小阿姨呢说能不能做个，是小阿姨说的吧？说弄个合身的奏折。昨天晚上我就开始琢磨，然后呢也找到了对应的一份适合拿来做的奏折，然后今天开始去整体规划，然后明天开始就是着手复课，然后可能说到国庆节假期结束啊，复课版能见着，到明年啊，不是到明年，到下个月中旬，和珅奏折的做旧版应该就能跟大家见面了。谢谢吧，一二二 yyx 1233。不过总觉得做和珅的奏折它不太合适吧？不知道啊，就是非常想要呢，不是这个东西就纳闷了，为啥要和珅和大人的奏折呢？哼，谢谢口诀主播，谢谢。那我你说我选的这个方冠城多好啊，直隶总督，而且世代公卿。那么，还有这个，大家话介绍不清楚吧？我这就是关于方冠城的简介，然后这个也是放在礼盒里面的。你要说送给收的人一看，看完这个简介就明白这里这奏折是怎么一回事儿，把这张简介一抽就可以拿来装逼了。知道方冠城是谁吗？不知道，我来给你讲一讲，这人可牛逼了呢。就是和珅的奏折，咱们以后就当直播间的抽的礼物抽好了，好吧？估计也就是象征性的玩玩，做那么一两个。既然点子是小阿姨出的，那第一份啊就送小阿姨好了。小阿姨呢？跑了。黑幕，这有什么黑幕不黑幕的？就和珅的奏折也就是坐着玩儿，做那么一个两个，然后呢，其他的这个正规的这个方冠城的奏折，在做旧的时候跟着一起做旧就完了，哪来的黑幕啊？不过和珅的这个，字是写得好。那今天的新闻啊，就国际的新闻就先说到这儿。国内的话，旅游这块儿，其实从国内旅游火爆程度来看啊，疫情确确实实就已经不怎么受，中国是不怎么受疫情影响了，否则也不可能放到这个就是这么开。啊，我媳妇说你是中奖专业户，你说那就是了呗。你说你不否认呢，就喜欢中奖啊，而且跟这个直播间特别有缘呢，跟这个直播间的这个粘合度特别高啊，已经预购了，好，反正这个你排队啊，就是说会按照顺序发，就是10月15号之前先能发出5个，然后到10月31号的时候能再发出5个到6个，运气好的话能发到7个。谢谢波澜壮，谢谢。谢谢，在哪预购？淘宝店，就是天火同仁茶馆，不是真迹吧？真的，你看，可真的了，特别真。不信，我给你看一看这个四惠兄，你看看，从侧页来看，一看这就是清代的老物件啊，这个。纸的这个陈旧程度，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墨色啊，上了年份了，这个纸沁啊，一看就是翻过无数遍了。你看这个乾隆的御批，对不对？这我都，你也想要啊？可应该还有，就是说，这不是天天，你要是前5个砸不到的话，月底就有了。这个不信，给你给咱们就挑一个乾隆的御批看一看吧。真是的，看看真不真，可以现场鉴定的说呀。
写错了，图片啊，咱找一个。那博物馆里面放的这个乾隆的这个御批的奏折，找一个真迹。哦，这个太小。搜乾隆真迹总可以了吧？乾隆朱批。哎，这个差不多。好了，给它 copy 下来。这个还可以，值得骄傲的吹一波的图片，哎，所以四惠兄啊，你是识货的呀，真迹呀，天火真迹。切换。国图开古籍馆了，一直有，但是这个以前得预约，是吧？这不就可以拿来对比了吗？谁说你好久没中过奖呢？上次给你发还是你发的呢？怎么样，四惠兄？真迹奏折怎么卖？我再放近一点。所以说乾隆，我也花了好大的功夫去研究乾隆笔记的路数。追猫赖说：“我才是好久没中过奖了，我给追猫赖作证。说奏折真迹骨折这个。”这个真迹的奏折怎么卖？一般来说啊，就是说现在的价格啊，就是那种普普通通的奏折，大概是在15000到18000之间。然后呢，那种缺页、残页，就是残破不全的，大概能8000到9000。如果说那种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大概就是多少万就不等了。说这个抽不抽？这个。什么？店里面已经上架了啊！谢谢会中奖空城，谢谢。昨那天不是前天不是刚抽了一盒吗？就是抽的是高斌的做旧的奏折，就抽的是这个人的，抽的是他的嘛，已经发出去了，已经给商扎中奖的人商扎木，我记得很清楚，就这个奏折，高斌的啊，河道总督的这个奏折。诏书呢？诏书这个《青藤往事》很不好做，因为诏书它那种材质好多都是那种就是说加的那种水印的那种菱纹纸，但是你现在去哪儿买去啊？它都有就是说暗纹的，用现在话说就是有水，就是像人民币的水印一样，你从哪儿去买这种纸啊？你像古纸的话，还能按古纸的配方来进行生产，来进行加工。那么，你还能找到这个，就是说，就说白了，就是有原材料来可以拿来做旧。那诏书的用纸，哪有生产的？现在，就是你除非说，
能有原来的这个就是材料，如果能有原来的材料的话，那别的也就都不是问题了。说真迹诏书老贵吧，还行，也没有你想象当中那么贵。就是一道圣旨，普通的圣旨的话，几万块钱吧。但是要重大历史事件的话，就是无价之宝了。你比如说，那康熙传位给雍正的诏书，你说那得多少钱呀？是吧？那就不是，那是一级文物，不是拿钱能衡量的东西了。那国内的疫情应该也就压下去了。当然，刚才有谁问我，是不是要不要囤点口罩？囤倒不必，但是家里面备个十几二十个，有备无患啊，也就行。现在也不贵，那种医用 N95 就十几块钱一个，普通的 N95 就几块钱一个。谢谢，瞒到眼滋味。哎，然后呢，剩下就是说安心等着疫苗出来，有需要的话打个疫苗吧。对呀，一份工艺品不是真迹，但是。与原件儿啊，无限接近。谢谢为了健康不干直播，谢谢0731256962。最起码从这个用纸到这个墨呀什么的，都开始跟原件是无限接近了。对，宣统皇帝退位的也是无价，那种条约啥的更起飞吧。当然，就是普通人嘛，就是家里面藏的话，你就不要去想着那种。国宝级的这种文献了，那咱们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吧。康熙遗诏好像在台北故宫，没有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吧？以前展出过的，还挺大的呢，将近一面墙呢。那我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吧，好吧？然后呢，我去复刻这个和珅何大人的这个奏折了，这个。国内我说了旅游这块儿，就说明疫情真的已经完全不严重了。那大家小礼物走一波，咱们把荧光棒砸一砸吧。谢谢狮子吉他手，谢谢节衣素食。说要吹起来，说任何鉴宝家都认不出来，让人家鉴定出来之后，这个多丢人呐！你最起码说什么时候有些地方有这个鉴宝活动了，然后呢，谁有去参加了，拿着这个奏折去让专家看，过了专家了，然后上电视了，在节目当中也过了。然后呢，专家说：“哎，这奏折是没有问题，是个原件，估价多少？”然后人家说估完价了，你怎么说？你说这是我一个朋友送我的，他是在斗鱼的一个历史主播，没事喜欢复刻古物，那么这个就是他复刻完的奏折送给我的。谢谢专家的评价。专家一脸黑线，打死你丫的！谢谢中将青铜，这才算是吧？你要说自己吹出来能过任何专家的检验，那不怕风大扇了舌头。最起码我认为，想过这些大佬们的这个法眼，还得再努力努力。这段剪了。结果流露出来了，是吧？这个。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国宝拉拉，晚上好。我们明天见，明天我们来聊吉位啊。可能谋个奏折修复工作呢，是。你要评价这奏折破绽在哪里？我在想，我也是不断的挑自己的奏折有哪些破绽，挑出破绽，每挑出一个破绽，我就解决一个破绽，每挑出一点，我就修复一点。谢谢花萼520，谢谢。怎么了？游然天成，这11国庆没有去澳门发挥发挥呀？我还等着你发大财了，照顾一下本直播间呢。好了，那咱们今天晚上就到这儿吧。那破绽就是太多了，说得好。就因为破绽多，所以呢，它就是个复刻的艺术品。正准备打算，正好打算准备去澳门，那加油！那回来之后等你的好消息啊！谢谢波西米亚旧时光，谢谢晴空下的泡沫。说笔记鉴定显微镜，Win HT，你要想过，所有的奏折基本绝大部分的奏折都是用广格体写的。广格体的特点是什么？千字一面呀，谁写的都一样。
所以你就不要去想了，说笔迹鉴定，标准字体拿显微镜怎么鉴定啊？它又不属于那种名家字画，有这个名家的这个就是说风格啊、用笔啊、笔势啊，这里面 你别忘了这是广格体啊。说这几天都直播，可能会调一天休息。你说我一份做的太多了啊、那如果说送水的那一份拿去鉴宝的，肯定是独一无二，是吧？而且要挑那种会给他一份没有原件的这么一份奏折。你说这家一看不对呀、啊，这原件放在这个故宫博这个放在第一历史档案馆，我见过呀，这不一下穿帮了吗？肯定是吧？你要给他一份没有原件的奏折，否则的话，这么明显的错误，我怎么会犯呢？谢谢龙119119，谢谢不愿醒的梦，开个玩笑嘛，对吧？何尝不可呀？谢谢浅云，优专家一幕。好了好了，说说笑笑啊，咱们就结束今天的直播吧，我干活去了，大家拜拜。谢谢龙119119，大家拜拜。